淡泊了，你就有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，你才能利益人家。这个当然是了。我们在家的佛弟子啊，他虽然是克制五欲的追求，但是他脱离不了。连出家的弟子都克制不了呢嘛。那为什么让他悬念这个三一呀、瓦钵呀？他对这个需求，他耐，他就不会买江西瓷那些碗去了，要什么盘子、什么碗呢？那现在很难的说啊。如果你这个家庭不具备这样子，来个亲友干啥呢？那么社会上的人，或者你要经济一两又过得，说你太坚韧了，人这样的评价。但是你只要不执着，不是特别着意的，不要特别争强斗胜的，看着别人家去了，看那个碗，哦，这碗太好了，哪儿买的？你也想马上回来就买，这跟人比赛，这个不要竞争，不要竞争啊。那看得起你，他不会嫌你这个碗呐、筷子啊、沙发呀，不会嫌你这个摆设好坏的。有些个他虽然地位很高，他很淡薄，很淡薄。淡泊以明志啊，你的志向是出离，所以让你常念三一瓦钵，就是你想出离，不贪恋这个世界，不贪恋世界。不过现在在家弟子要看出家弟子三一钵，我们出家人都没得钵了，没得钵了，不是瓦钵了，什么钵也没有。本来钵一不离身的，钵一不身的，现在你带的钵没用处。你带这个钵到哪儿去？要吃饭的时候拿手抓，这是不可以的了。啊，人家不会你跟你一块吃了。钵是口烧礼了，往嘴里爬是爬不到的了，得拿把抓了。所以在戒律上不得手把散饭时啊，说吃饭的时候要拿手把它团成一团咬着吃，说西藏吃丈八就那种形式似的。那个钵口烧礼大家都是看过了。要吃饭你怎么爬？拿手去抓，抓着软着吃。那佛在世就是这样，有些个制度跟这个生活习惯跟这个国度的不同，那么有一些个变化，一个变化。那么我们就说那个碗吧，就叫钵。那么在佛在世时候，那个钵吃了一钵再填一钵，这是不许可的了，这是不行的。你就拖一次到那要回来，就这有好多你就吃完就算了。像我们这个锅在跟前儿，碗拿到手上，那人家拿个到弟子家迎供去，那弟子那时候要是那时候就给你搁到钵里头，你就吃的，这个不行啊。弟子一碗一碗给你盛，吃完了这碗就给你添带碗，像我吃馒头的还可以了，也不要钵了，也不是要钵了。可是意念呢，这叫不要去找那个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能找那毛病啊。你说波德罗原念钵，你们和尚都没钵。我们在家弟子又怎么原念钵去啊？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不执着就行了啊。这个都是讲究佛在世时候那是比丘的一切行径，就是我们向出家人学习的，学习他的戒恨，学习他这个自己克制无欲的这个情况，那么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啊，发心出家，住持正法，现在在家的利益众生时候，是不是比出家容易一点呢？诸位考虑到没有？如果你在家发大心，你接触的人到哪儿去，你要利益的要比我们和尚、比丘尼啊、比丘啊容易的多。比丘好多场合不能去。好多场合不能去，他自己必须得那么护众生的吉贤吧，护众生吉贤吧。所以我们和尚要去自证自持，送地是犯戒的。那么到我们中国来，那么百丈禅师立的清规，和尚你都自送自持吧，自己送戒。那么就随我们这个，现在我们要想种买地种地呀、啊。大陆没有地给你了，土地全部没收了，公有制了。例如说
说到外头来种地，恐怕这都不行啊，啊，都不可能啊。啊，和尚是做生意，那是也更不行啊。说打工，啊，没过出家的比丘，他是自己打工，他出了家之后他是打工，打够了他就去修道闭关，没有钱了又去打工。那么这个是随这个随方入说，随方入说。那么呢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叫末法，叫末法。我们知道末法有很多不如法，但是这个客观的现实环境必须得这么做，必须得这么做。那么出家的标准有戒律，但是这个我们在家的弟子受的三规五戒，这五戒是标准。这五条跟我们出家的那个比丘的四众戒，那么其他的了，这个生产戒了，这个波依提戒了，那多了啊。而别的你不合时俗，四戒是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一样，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杀人都是犯罪的，偷人东西绝对不可以。那么在家的啊弟子，他这个不能清净的，他要传流后代啊。我们这个是胎生的，这个世界是胎生的，所以他不能够完全像比丘那样的、比丘尼那样的清净恨啊。但是只要他心不贪着，不是被意念所缠，他也能清净啊，也能清净啊。所以这个四根本必须得守，这个毁坏了就不行，毁坏了这五欲都在这里头包含着呢，你这五欲就离不开。所以在家的人就是在这个五条，你应当这个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，不论到什么时候，随缘度世，随这个因缘来度化世间，度化世间。没有好多道友，我也没学到好多佛法嘛，那么我怎么能去教化别人？你既然是佛弟子，你就有这个行菩萨道的责任，你劝一个人也好，依据一切，你劝了他了，他又去劝别人去了，他又去劝别人去了，互相转化。你能知道好多苦空无常无我，你该知道吧，苦你该知道吧，你自己也心受了，哎呀你为什么这么苦啊，你要是信了佛呀，你以后转化转化，那么佛所教导我们的呀，我们能够转化苦，我们这个苦怎么来的呀，就是我们过去做了错误事情了，说我们现在才受苦啊，我们造了罪了，造了罪了吗，有那个烟现在就受持苦，这个你跟人劝着使他信了很容易吧，或者劝人念一句佛，乃至他不肯念，他听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给他听，或者念一个菩萨圣号给他听，他就中了种子了，这个我想谁都会说吧，是吧？我说了他不信，不管他信不信，像我们给那个畜生放生的时候给他念很多经，他会听吗？那你的心力达到了，他就得到加持。那么大家受密宗灌顶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灌顶你也没得到，语言不通，你受个意思而已了。但那种子种下去了，以后你跟密宗结了缘了。你说现在你不懂，你会有懂的时候。大家一定要相信。说我看了一部经，完全我不懂，我打了翻一下，也可以呀，也可以呀。一个牛，人家量藏经，他不相信什么因缘，他就跑那儿闻了一下子，就这么一个种子，就种了这么一个种子。等到佛在的时候，他成了阿罗汉了，这无量劫前呢。但这个种子种下，它渐渐发芽，发芽到茁壮成长，成长到吸收的水土养分，那他就成功了。那你今生的有这么一个种子。那就像我们拜忏那个五十三佛，
那佛在因地之中，他闻到五十三佛的名字，他心里非常的荣耀，他就辗转传告，传来传去，传了三千人，就是我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千诸佛，庄严劫千佛、贤劫千佛、兴许劫千佛，咱们现在讲这三千佛，就闻到咱们拜忏的五十三佛的名字，闻一遍名字，他说传这三千人闻到了，这个种子种下去了。逐渐渐渐一生一生一生的经过好多劫了，都成佛了，都成佛了。所以知道这种原理了，这是基本道理，懂得这种基本道理了，你去度一切众生下，帮助一些众生的解脱，使他渐渐的也能够成佛。但是首先要说服自己啊，我们得相信，我们都是未来诸佛。法华经都给我们受记了，说我没听到法华经，你没听到法华经，你只是受了三皈，这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所以做了佛弟子，你听一部经也好，听两部经也好，你的种子就增上，广学多闻嘛，能闻到多了更好，没闻到多了，那个种子也种下去了，今生没闻到多，来生。善根发现了就闻到多，多生累积积累起来就多了，这样子你就很快的容易成佛，这样子你很快就利益众生。我这样的给大家说，大家就可以啊行菩萨道，你的朋友你所相信的人，你说话他还信，或者共同工作的呀啊，反正共同的跟谈得来的呀，这都是渡人的，都是渡人的。我自己没渡，也就先渡人，我们大家同时成就。这我们还没成就啊，没成就，但是我闻到佛法了，他没闻到啊。你这样的帮助别人，这个帮助可不是给他好多钱，感到他不是说成佛了，感到他开了悟了，感到他证了成了菩萨道，他一观察，我今天这样子，哦，是多少多少节钱呢？是某某人，因为他我才种的这个善根，哎呀，我现在得到了，他还没得到呢，我得找他渡他去，是吧？所以你互相的渡啊，互相的渡，这因缘就很深了。这个第七觉知啊，第八觉知，生死之言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乘心，图济一切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终众生毕竟大乐。你还是说什么在那个生死当中啊，就是那大火呀，很自然，就是火的盛大冒，那火呀非常盛大，就大火燃烧的意思。我们在生死当中那苦恼敌排我们的身心呐，那就像大火是一样的，像大火一样的，就是那些苦处吧，是苦恼很多了。那我们一般的说呀，这个生老病死这四种啊，生的苦，有些人他的这个福德大、智慧大、前生善根深，他生的苦啊，生的苦啊就轻一点。说人生的时候，现在我们记不得了，那苦的时候没有生的时候不哭的，他痛苦像什么似的呢？像一个畜生啊，把他活扒了皮，那个苦就那么厉害，就像那样那么痛。他那个他的母腹之中啊，刚一生下来，外边那个你再怎么防护都有风，就空气之中都有，那感觉每一个行毛孔啊都像针扎的似的。佛形容这个苦啊，说的非常的下细。老了嘛都知道了。老了有时候具足的，有些个具足的那苦，有些又不具足，有些具又不具足，不一样的啊。那也生跟这个老死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，就是根据个人的福德，根据自人的善根，有的他痛苦少，有的他痛苦深，但是一般的都是苦，都是苦，只是轻重的不同而已。
死呢，咱们谁还没死过啊？过去死的都忘了，有没有小死的呢？我还没死过啊。过去死的我现在不记得了，但是有些个死过的人向我讲，死那一刹那，死那一刹那，死完了他又活了，死完了又活了，活完了他就诉说他那一刹那的死了时候痛苦，那个浑身都像爆裂的似的一样，但是感觉得到爆裂，感觉到痛苦，一刹那，时间很不长，完了他就不知道了，对着肉体跟他神识已经脱离了，脱离了，他看见十方都是黑暗的，不晓得往哪儿走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了，什么都无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听着有人叫他，就是听着有人叫他，他又回到他肉体，又回到，好，刚一回到肉体，好，那种痛苦啊，他也是无法形容，无法形容。他是怎样死的呢？他是一个。韩复榘的时候，山东的，人家把他抓去当兵，当兵他跑了，跑了抓回去枪毙，在枪毙了，他感觉到那个感到枪当毙他那个时候的时候啊，他感到浑身呐、像爆炸了一样的那痛苦，每一个的这个骨节都像是这样爆炸痛苦，但是呢。隔一段时间，那么和人家都收走了，那个尸体看见那个尸体，他还记得，他踢他一脚，他那个神识就离开了。隔一段时间，那个早晨呢，那个天的两三四点钟的时候，不有露水吗？露水一惊，那么他的这个神识又回到肉体了。好，那阵痛苦也是很痛苦的，他讲。那痛苦完了之后呢，他就爬呀，爬到离开这个刑场之后了，爬到那个左近的一个农民老乡家。那么那时候的人都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都有这个观念了，知道这都是冤枉的，逃兵都是抓了跑了枪毙的，那个老百姓都知道，所以要做好事儿，就辗转的在这个就送到亲戚家就辗转着治疗，好了之后他就出家当和尚了。因为当和尚，他当了和尚，我是在和尚得意的，他就跟我讲，讲着生老病死苦，他说我死过，我知道苦的，死的那个滋味可太不好受，所以他这个修行很精进，这也是他助缘呢，他修行很精进。这个苦恼啊，是我们没有经过的，形容不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思想不如意，你赶紧的苦恼。我夫妇不和呀，天天吵架呀，子女不孝啊，说又说不出，说这个苦恼也够我们受了，还是穷，或者是来到说这美国来到加拿大了啊，我们贷款租一张房子了，后来工作失掉了，这个天天鼻子不得了，倒也不合适啊，房子被碰门了，给撵出来了半年，这个苦恼也很多，也很多，总而言之吧，这个。苦难呢，无穷无尽。我们要知道了，我们自己身受的这么多苦难，要发一个利益别人的心，要发一个大乘心。乘是一个比方的意思，乘啊就是一个运载的工具。说心大，你的运载量就大，要度一切众生。大的就心量大，说小乘呢就是度自己就好了。那运载的只能我自己，暂时能度我自己。大乘心，大乘心就担负起来佛所教导的利益众生的责任。我既然是佛子了，我要发大乘心，我要也利益别人，普济一切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不是光发个心而已了。发了菩提心，得要行菩提行，得要行菩萨行啊。你光发了个心，空心，我要行菩萨道，那个菩萨戒还没受呢，你怎么去行菩萨道？
八道菩提仙就是菩萨戒，这个戒是除使你一定把你这个大愿去做到，一定把你这个大心做得到。嗯，那么菩萨戒的就是广面说了，嗯，第一个是要律仪戒，凡是佛所规定不叫做的我都遵守，是要律仪戒，不管哪一个，这个大乘菩萨大心的菩萨，他把你的三规五戒呀、啊、十戒呀、啊、反正是上乘的下乘的戒他都能持，叫舍律仪嘛，佛所制定一切律仪啊，就是我们佛教的法律，佛教戒法律啊。舍善法戒，利益众生就是做好事，什么好事都做，不论大小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我都去做。饶以有情戒，那就是把这一切众生的能有利益的众生，把一切众生痛苦我都替他们负担，代众生苦。我们的普贤十大愿王上就有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对这个戒对这个愿呢，有时候没有不为改，心量不大，因为现在自己没那个力量啊，一到那个苦真挪到我身上一点来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但是这个不要恐怖，当你发这种大心，自然有佛菩萨会加持你的了，会加持你的了啊。你只能够带众生苦，嗯，特别看看那个各个的传记里头，啊，那我们那个大菩萨过去的历代的那个成道的者，嗯，他们发愿带众生苦，而这苦降临到头上了，他认为这是消我自己的灾难，是对的。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心，没有带众生苦的心呢，你道业成就不了，成就不了。但是苦难越多，灾难消的也越多，到你一定了有了那个力量的时候，有那个符合的力量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观的一切诸法的空性的时候，正得时候，一切苦在你身上不苦，无所谓。罪性本空，是我心造的，我心都关空了，心都没有了，那个罪也要加在什么地方去呢？嗯，所以心也亡了，罪也灭了，心亡罪灭两俱空。这你带一些众生受苦的时候，你是不苦的了。在众生分中，众生苦他解脱不了，在你身上你本身就解脱了，你就没有什么痛苦啊，没什么痛苦。嗯，所以大菩萨说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样的地藏菩萨那么带一些众生受苦，那么他自己你感觉着根本就没有众生，众生本空，也没有能度众生的我，也没有我所度的众生，更没有中间有什么苦啊，有什么乐啊，没有，三轮体空。那么的菩萨还度众生干什么呢？菩萨空了，众生空不了啊。咱们在苦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啊，逼迫性，逼迫的没办法。那佛菩萨发愿代替你苦是痛苦，能不能代替呢？能不能代替呢？得你跟他有一定的因缘，他是能代替你。或者是例如说吧，我们求一个师父加持我们，我们在这苦难当中求他加持我们，当他念经回向的时候，他感觉他力量不够，他或者修哪尊法，他求哪个本尊，他心里跟本尊同，那个本尊就是那个大菩萨的，他有他心通，他有无奈智，他观察你的许业因缘，他可能帮助你消你的业，得到加持。嗯，是这样带啊，就是把你的业给他，不可能啊。嗯，他能使你消业，他知道你这个因缘，知道应该从哪一方面下手，使你罪业消失，你就得了幸福了，消失困难了。嗯，当你的心灵跟他的心灵通了，这个心灵在本体上，在佛教讲
理体上讲是一个的，其实一个又空了又无障碍，所以它能加速到你，能使你免难。但是如果他因地没发这个心，他就做不到。如果你得他加持人，你没发有这个心，他跟你也通不到。他也发的带众生苦，你也发的带众生苦，感到你有苦了，他当然给你拔除啊。这个道理非常的微妙，在《华严经》啊，《清凉果寺疏钞》里头讲那个关于怎么样度众生，菩萨怎么发大愿，特别在四十华严里头，《普贤横愿疏钞》里头讲的特别详，就那个第十大愿的回向啊，普界回向那个啊，带一些众生受苦这个，在这么料讲一下呢。因为这个样子是菩萨大愿，菩萨大愿他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，得到究竟的大乐。或者现在把他的痛苦给他的最上的快乐，就让他成就了，他自己也在修了。因为最度众生最根本的达到他的究竟的度了他，希望他成佛嘛，他才能够离苦啊。成佛成到什么了呢？成到他自己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头扶来的，原来所迷那个明白了，成就他自己原来本有的。佛者觉也，就是他觉悟了，而且他觉悟了又去觉悟到别人去，那究竟成了。那佛教讲他的究竟要义，就是你自己本有的把它恢复了就对了，就对了。过了一点了啊。如此八四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的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乘法身穿，则灭盘那，不患生死，度作众生。以前八四开导一切，令众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要佛弟子诵此八四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。你只要诵念念，那么你罪也消了，念念的消罪，念念的趋向菩提，就是念念的趋向你那个觉悟的觉道。菩提是道，就走这个道就得到达到菩提的彼难，证到菩提的果位，速登正觉，熔断生死了，那就是常住快乐。熔断生死，生死是没有自性的，是入梦幻泡影的。你只要得到这个觉悟到之后，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，生死入梦幻泡影啊，涅槃也是入梦幻泡影，就是成无所成，度无所度，这才能达到究竟的道理。说上来这八四啊，就是这个八件觉悟啊，是一切诸佛是大人所觉悟的法，他们所明白的。那我们现在学呢，我们也照着这个去做呢，我们也修我们的智慧，智慧是修来的，感到修到一定程度，把你自己本具了的智慧，本有的智慧显现了，障碍消除了，像那镜子上的落一些个灰尘，把那灰尘擦了，它光明显现了，就是把我们这个障忏够了。这个时候法身是没有的，法身以身为身呢，就是一切诸法都是法身的本体。说这个船是形容词，法身的船，法身的船，船是救度一过渡时候要用的。我们没有证得法身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用我们这色身过渡到我们那个法身上去，就得依着这八法，这八法就可以能到得了。到什么地方呢？到达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。我们在这个生死的这个此难证得了不生不死了，那么一切众生还没出离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复还生死，又回到我们经常说呀，不为南阳回入娑婆，就不离开那个世界，回到这儿来，四现的化现。观音菩萨并没到这世界来，这是他化身，他的法身，他的报身在极乐世界，
那一些大菩萨都是入世的，这个前头讲了很多了。把这前头的八字给一切众生，给他们开导他们，令他们呢知道生死是苦难的，是痛苦的，财散名思碎，不要贪着，贪着这个你要受生死，受生死你要受苦难，那八苦就是这样的。修心圣道，把你这个心呐、跟圣人所走的道路相合了，是菩提道，是觉悟道。但是这个道可不是升天啊，升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是入幻的，那是化现的，那是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的。但是那个能可以没有那些苦难，能可以知道是你明白的更快的，究竟明白成佛快点，在这个世界困难，到那个世界容易。好像我们在这个现在说哪个地方国家最乱啊，说我们要是啊办个迁移吧，到多少避避难嘛，到那个没有变乱的国家去，到那个很安静的，你也可以做一些事业了，就这个样意思。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苦难的太多，极乐世界要极光的世界，他那苦难就少啊，到那就是没有苦难了，没苦难我们修道的时候障缘没有了，没有很快就成就了，就这个含义。所以现在我们修法怎么样修呢，就是观这想这八件事情，上头所说这八件事情经常的观想，乃至于要念诵这个文呢、读诵呢，等念一遍就灭些个罪呢，念一遍就灭些个罪呢，就能够达到菩提的觉路上去了，生死永断，常住快乐。也祝大家常住快乐啊，我们就算圆满了。今天
唱上天。